叫叶子，你来看我了。叶子啊，我从进了你小时候，老是跟我俩遇到我家来，爬树啊，砸枇杷，老是丢了满地都是，可没少挨他爸的骂嘞。 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嗯。言辞，你能不能看准了再扔啊？你扔到了地上，我都没有办法拿出去卖了。是你腿短跑不动吧？ 都要熟透了，卖不出去，都要烂掉了。没关系，没人买，那我们就自己吃了。这么甜的枇杷，卖给别人还不如自己吃呢。苹果。 苹果嘞，苹果！程家那个小孩又回来了。老规矩，猜猜他进门先卖哪只脚？谁输了给对方买冰淇淋。好呀。我猜左脚。 我猜右脚。耶，我猜对了！耶，猜对了！猜对了，可以吃冰激凌了。真笨，他每次都是右脚。冰激凌的，别赖皮啊！想吃吗？ 言辞啊，你从小跟俺俩阿姨一起长大，本应该呀是最亲近的你。外婆呀，虽然恁脑子用俺的糊涂，但是俺心里是明白的。从小到大呀，你就是对俺们家阿姨最关心的那个。唉，看你很早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这些年看外面呢。 一定是吃的不受苦，外婆心里都明白，你一定是受的好多委屈，外婆都看在眼里，外婆还心疼啊。今后啊，你跟俺屋的阿姨要好好的，外婆老了，管走不掉你，你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 言辞，之前的事情，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。对不起，阿玉，我和你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。过去我们还小，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。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？嗯，你猜哪一只脚？之前都是你先猜的，那这次我先。左脚。
那我就再右脚。行，你赢了。你要什么？给我一个朋友的拥抱。 曾经的委屈，各种可能潜藏于心底，有种距离超越与关系。还未想你，却不再熟悉，是否你也有同样心情？昨日过境。